牛逼哄哄的啊，可以指挥啊。嗯，肯定啊，是这样啊。谁呀、啊？啊，我看见您牛逼哄哄的指挥呢。姐，换裤子了，让我进去。裤子太破了，哎，一转过来这裤子太破了，受不了。嗯，谁啊？大哈，对，哦，出事的照片全是他拍的，哎，哎，哎，就是很多那个特别好的、特别怪的照片都是他，特别怪的都。您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呀？那个志忠，待会儿这个特约的，这是黄志忠，哎，黄，哎哎哎哎哎，我哎是老师不敢，老师，哎哎哎哎哎，照片我们看了，哎哎对，哎哎不敢不敢。好多没敢发，我怕一会儿因为没穿衣服，我嗨没穿衣服，没澡堂子照，哎您忙您忙，哎哎哎哎，啊，到时候还是到时候说，哎哎哎，我说你工作什么？我呀，啊，干嘛小事说呀？叫人听这干什么？党有钱，光咱人有钱是。不，党有钱也分单位啊。这个他们挣钱跟您有关，为什么呢？您要是没您那么大腕儿，没人看，他们就没跟个人不挂钩啊。是不挂钩，应该挂钩啊。就我们那儿，所以我反对，我敏感呢。就是像我们那儿也不挂钩啊，应该跟我挂钩啊。他们拍那都他妈是垃圾，咱们拍的不是垃圾。